某综艺节目中辣妈黄圣依展现舞蹈功力，与搭档表演的空中一字马惊艳全场。在爆出的黄圣依健身旧照中，黄圣依也做出标准的一字马，柔韧度惊人。节目中黄圣依作为辣妈队的代表之一，与男舞伴搭档跳舞表演，动作妖娆，性感十足。其中黄圣依在空中做出标准的一字马更是惊艳全场。在以前秀过的健身照中，黄圣依头戴发带，身穿背心秀出腹肌，一字马开过头顶，动作十分标准。在许多综艺节目中，黄圣依也都展现出了自己的舞蹈功力，多次标准的一字马十分惊艳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